麻辣馍馍。我的小鸭子比你的小鸭子快哟，皇儿。是啊，皇额娘，朕的小鸭子比您的小鸭子快呀。哎，你是不是我儿子？你肯定是我儿子啦。皇太后的耳朵听东西开始有问题了，等会儿找博士帮皇太后看一看。是皇上，博士医术高明，请皇上不用担心。这阵子皇宫里有好多麻烦事啊，比如思思、东姑离开之后，找谁不是？折磨思思格格的机会又来了，我最讨厌的就是小朋友了。皇上，不如考虑一下，让格格独立，自己照顾自己。思思她不会照顾自己的，她长这么大还整天糊里糊涂的。皇上，就是因为这样才要格格学习照顾一下自己吧。我已经找到一个人可以教好思思了。皇额娘，您听得到啊？肯定听得到啊，你们当我聋啊？那谁可以照顾好思思又可以教育好她呢？你好啊。见到我都可以保持镇定，看来不错嘛。木工不要睡在床上跟我说话，起来呀、干什么、起来以后当然要去洗脸啦。水呢？听着，我是来照顾你的，不是来服侍你的。以后我只会用水盆和毛巾给你，水要你自己去打。现在自己快点去打水、快点。打水怎么打呀？一直都是冬菇帮我打的。冬菇，我好想念你啊。喵。谢谢。不用谢谢，拿熨斗给你熨衣服是我的责任。煮了吗？不用，早餐我会帮你准备的，吃完就要自己收拾碗筷了。不过我就怕你今天都吃不到了。啊，你运那么久，早都已经吃到了，哪有时间吃早餐呢？哎呀，哎呀呀，怎么办呢？听说你今天好像要考试吧？苏太傅，早上好。思思，思思，你连考试都会迟到？咦，你的校服呢？我先走了，你慢慢站着喽。太过分了。宫里面的嬷嬷怎么可以这么凶的？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呢？不如你试着去命令他帮你做事吧，如果他不听就去罚他。如果他再不听的话，你就跟他说我会告诉皇上的，你是格格来的，怎么能这样对你呢？不过这个这么凶的嬷嬷会不会背后有人给他撑腰呢？难道是王大人找他来的？惨了，那又该怎么办呢？格格，他已经吃完饭收拾碗筷了。现在才回来，肯定是贪玩都忘记时间要吃饭了。不是那样的，我今天迟到让苏太傅罚留堂了。我管你什么理由，我跟你说过，从今天开始你一定要准时吃饭，不管你是留堂还是去外面玩，反正回来晚了你就是没有饭吃。肚子好饿啊。喵。思思。有东西吃了。哇，有没有其他的呀？不要，我就拿走了。慢慢吃啊，小心噎到啊。
柔柔，你对我真是太好了，就像冬菇那么照顾我。因为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嘛。不过，这个嬷嬷好凶啊，我好担心你哦。有你拿东西给我，我就不怕了。不行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明天一定要找他理论一下。柔柔，你对我真是太好了。不过呢，我很怕高的，所以一会儿你一定要记得带我下去。你们几个小孩鬼鬼祟祟的在做什么？出来！是我们啦。怎么啦？有胆躲在这里没有胆说话吗？请问思思在不在呀？我们想找思思去玩。你们只会哭着玩，麻烦你们去看看书吧。我们可是朝廷大臣的子女，请你对我们礼貌一点嘛。你们既然是朝廷大臣的子女，就更加应该好好的对待别人，不然的话你们就实在对不起你们的父母。我不准你讲我爹地的坏话。那就讲你吧。我知道你常常用西洋的玩意来哄同学们开心，弄到所有的同学只会顾着玩，没有时间去温习，老是想着玩，有时间用点心思去读书不是更好吗？你这样很伤人心的。你呀，想做正式的武状元，为什么总跟他们去玩不去练功，现在还敢叫格格去玩，你对得起你的娘亲吗？还有你呀，自己成绩好有什么用，要好好的教教格格才行啊，还说你是他的好朋友。你怎么会知道我们那么多事情的？我跟你们说，你们总是找格格去玩，他读书又没有你们那么好，根本就跟不上你们，你们这样不仅没有帮到他，反而还害了他。你们还算是格格的好朋友吗？为什么那么吵啊？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皇上，皇上，你们是怎么做父母的？皇上小心，这个可不是普通人。你竟敢挡着我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王是皇宫第一侍卫，天下第一用刀高手神经刀。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居然敢在皇宫内目中无人。这个面孔这么熟。我是皇宫的第一保姆。这条是先皇御赐给我的金藤条，专打不听话的皇室子弟，还有那些阻碍我做事的人。是吗？咿呀，神经刀，不要啊！我知错了。哎，都叫你不要那样了，他就是之前一直照顾朕的那位嬷嬷。知错了，知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我记得他了。姑姑，皇上，你洗澡的时候又不记得洗耳背了？是，朕现在马上就回去再洗一洗。小风、小华，你们都已经长这么大了。姑姑，好久不见，您老人家身体还好吗？我们这些下人哪轮得到你们这些朝廷大臣来关心啊？姑姑，您老人家就不要怪这些小孩子了。姑姑，我回去会好好教育他们的，您就放心吧。思思，走了。咦，武状元，怎么只有你呀？我明明听到柔柔刚才在叫我的，你来做什么呀？武状元说他想和你一起在这里学习，是不是啊？是啊。这校服之前不是烫焦了吗？我已经帮你补好了，你快点回房间去复习功课吧。哇，补得和新的一样啊，谢谢你啦。这次又100分，连我都进步了。我也有60分，刚刚合格。思思，你的怎么样啊？不知道冬菇现在怎么样了。思思，你只有30分呢。思思连考试都会迟到，他怎么会合格呢？30分？怎么你的成绩那么差呀？皇上请息怒，小朋友肯定会有读书不好的。格格，
皇上日理万机，你看看现在这么晚，皇上还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，你不要让皇上担心了。思思，你令皇阿玛好失望，朕说过不是要你100分，只要你合格而已。哎，有什么办法呢？请皇上不用担心，微臣有一个小小的建议。啊，王卿家，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呀？格格的成绩那么差，可能是尚书房里有太多的朋友了，那么多的诱惑哪会留心读书啊？不如试试请专人教导格格吧，将他跟其他人隔离，那格格可就专心一致了。哇，那也太慢了吧！哎，这也可能是一个办法，不过要思思离开所有朋友。我反对。姑姑，这么晚了，你有什么事啊？就是因为太晚了，格格他现在要睡觉了。麻麻辣姑姑你好。我好不好关你什么事啊？我刚刚听到皇上好像说要将格格隔离起来读书，是哪条蚕虫师爷想出来的？蚕虫，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不知道什么意思的小朋友就上网查一下吧。是格格成绩不好，这个办法也是为了他好嘛。皇上，那你也同意用这个方法没错吧？朕也不想的，不过要是能把他教好的话，也是可以考虑一下子。皇上，你要格格这么做，那麻烦皇上先跟嬷嬷我去天牢住10天半个月吧。你好大的胆子，你竟然敢叫皇上去住天牢，你简直是以下犯上，我现在要拉你去治罪。哇，好疼啊。皇上，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，先皇说你太顽皮太不乖，说要关你一个人在房间，不准你再出来见任何人。记得，好在姑姑您帮朕求情，才不用。那次我跟先皇许下诺言，说如果我不可以把皇上教好的话，那么我就离开皇宫。结果皇上都没有让我失望，总算做到了一个文武全才的大阿哥。多谢姑姑教导。把一个人困住与外面隔离，跟坐天牢有什么分别？自己的子女读书不好，为什么自己不用心去教导呢？再忙也只是一个借口，难道自己的女儿不重要吗？那你又有什么好的方法能让格格的成绩好起来呢？总之我的办法一定不会像蚕虫师爷你想出来的这样。那你失败了又能怎么样呢？啊，姑姑，你先回去洗个澡，睡个好觉，明天没事了。还像以前一样，如果格格下次考试不合格，我就离开皇宫。不过如果格格合格了，你就要装蚕虫来给我看，你敢不敢啊？有什么不敢的，你快给我收拾包袱吧。我收拾包袱还不容易，但你都要学习一下怎么装蚕虫啊。不过我跟格格是不会输的。我这么早起来复习功课，嘿嘿，我是不是很乖啊？没什么特别，努力读书是每一个学生应该有的责任。拿着，下次有人来陪你，你就早点说，我再去拿3份早餐过来。哎，又打瞌睡。到底哪些是爬行动物呢？爬行动物啊，苏太傅教过，就是在地上爬着的动物，乌龟啦、蛇啦，还有青蛙啦。青蛙是两栖动物。是吗？但苏太傅明明教过是这样的。思思他懂跟动物说话的，不如叫思思找着青蛙来问问就知道了。哈哈。你说青蛙知不知道自己属于哪种动物啊？不过王大人就一定会知道自己属于昆虫的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麻辣摸摸说王大人只是只蚕虫师爷嘛，蚕虫蚕虫，不知道他会不会吐丝结茧呢？都不知道思思明不明白这个意思。这次好像有麻辣嬷嬷，要不然的话思思就不可以再跟我们一起读书了。其实我觉得麻辣嬷嬷人挺好的，
你们觉得柔柔以后会不会变成他那么凶呢？啊，肯定会了。你在说什么呀？为什么复习还在这里说笑？不过你们学了这么久了，也应该休息一下。啊，可以休息的吗？为什么没有呢？我是来照顾你的，不是来虐待你的。为什么不给你休息？思思告诉我们，如果思思下次考试再不合格的话，嬷嬷就要离开。我们一定会帮思思的，不会让嬷嬷你离开的。我不需要你们管我，其实你们只要有进步就行了，合格只是一个目标。格格，你上次考试30分，只要你真的尽了力，就算40分也好，50分也好，有进步就行了。这次不行就下次再努力。不过思思这次不及格，嬷嬷你就要离开皇宫了。都说了不用你们管了，要我说多少次啊？何况我认为格格一定会合格的。哦，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哦，嬷嬷，如果我考得好，你可不可以把挂在你腰上的红辣椒送给我呀？你考得好再说吧，我去拿些糕点给你们吃吧。啊，太好了，我要吃桂花糕。桂花糕。那你们几个人呢？什么都可以的。那就谢谢你了，嬷嬷。柔柔，你这么有礼貌，你将来肯定不会像我这么凶的。好了，这次考试成绩仍然有同学不合格，现在开始发试卷。我有75分啊。60分，我有60分呢，我合格了。我也只是60分而已。我98分呀，差2分就100分了，亏我还信你。思思，你多少分呢？嬷嬷，我只得了58分，还差2分才及格，真是划不来啊！差2分而已。我赢了，我赢了。给，拿去吧。我答应过你，如果你考得好，就把它送给你。你上次30分，这次有进步已经很不错了。但是我还是没有及格。我都说过了，考试不是为了合格，有进步就行了。最重要的是问问自己有没有尽力，你有没有啊？当然有啊，你都不知道我复习好久了呢。那就行了，拿去吧。麻辣姑姑，时间已经到了。哇，动作这么快呀。格格，我再教你一样东西，就是做人一定要守信用。好了，我说过的，我走了。这方面我就最佩服麻辣姑姑了，我都是一个守信用的人。快走吧，快走吧。皇上，这次有个题目问青蛙是什么动物，魏成教错他们了。魏成说是属于爬行动物，但其实是两栖动物才对。思思他们答对了，应该加2分。还请皇上恕罪呀。那我不就是100分了？那思思不就是？我宣布，思思格格这次考试60分及格。思思，恭喜你啊！嬷嬷，我及格了。那么格格，你下次就要超过60分了。王大人，你说过你自己很守诺言的，是吧？又要麻烦你了，麻辣，以后思思就交给你了。咦，思思呢？蝉虫好像不是这样的哦，是不像，不像，有啦！当当当当，蝉虫一定要吐丝结茧才像的嘛！喂，那些烟全都跑过来了。不好意思。对了，为什么今天可以烤东西吃呢？庆祝思思考试及格呀！就算不是这样呢，我们自己都可以烤东西吃的嘛，嘿嘿，不需要理由的。但是好像差了点什么。还差什么呀？我去帮你拿呀。冬菇啊。
这个时候那么开心，就不要提伤心的事了。可是我真的很想吃冬菇嘛。哥哥，哥哥，冬菇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哥哥，我回来了。啊，你不是已经回老家，不再回来了吗？我放假而已，也没有说过不再回来啊。对了，我带了好多乡下的特产给你们呢。哇，好多不同的菇啊。你快回来，但之前又流了那么多的眼泪。怎么样都好了，你回来就太好了，以后我们又可以一起玩了。玩？你也想得太多了，他回来并不代表我就会走的。你一天还没有成才，我一天都会待在你的身边。什么？不是吧，嬷嬷。星星挂在天上亮晶晶，我也好想有双翅膀去飞行，想到哪里都可以去没问题，无忧无虑，天晴了不怕下雨，喜欢淘气，快乐无敌，明天穿件新衣，猜猜谜语，做道难题，世界充满好奇。每天都有新的成长，真有趣，开开心心，没什么烦恼事情，喜欢淘气，快乐无敌，明天穿件新衣。